对对，吴君如，嗯嗯，知道。然后他有一次就他突然就开心不起来，但我们演的又是喜剧啊，后来我就在耳边跟他讲了一段话，他笑了三天都没有停下来。你说了什么？我说，哎，君如啊，你如果笑不出来啊，你就想想你的性生活嘛。还没有进入。那后来哭不出来，你。